走访切美纳斯壁画村，惊见一段鬼影重重的恐怖怪谈。在右边有一个婆婆，她虽然是坐着，但是你看不到她的鼻子在哪里，所以依我的推论，这壁画画的可能是一段灵异故事。一个班夫抵十个瑞士，这里呢壁中还带点蓝，所以有人称它是落基山的蓝宝石。9月1号星期五晚间9点，跟着柯以我继续穿越加拿大的不可思议。